我们今天在平和文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的张总，他也是这个农户，他对这个大力丸使用了好几年的芦柑跟蜜柚，是吧？对，来沃柑，沃柑跟蜜柚，只要是用在沃柑上。对，那张总觉得这个情况怎么样？跟大家说一下，分享一下，好吧？这个沃柑是连续用了4年的大力丸了，4年了，整体素数是非常好的，今年已经这个可能每年都有可以采个150斤左右吧。150斤，这个用量怎么样？用的大力丸的数量？原来前两年都在用在每颗用在一遍用十五粒，15粒啊，年用两遍，一年用2次啊。所以现在这个是树势整体看起来都蛮绿的，而且它有一个油亮的感觉，在阳光下面这片感觉还不错。我们到山上这个山坡地，尤其这个施肥就比较不用担心这个流失的问题。对，它是倒的，这个大力丸比较方便，也方便。这个用这个土壤应该没很硬吧？这个还可以挖得下去。可以的，这个挖很好。对，这个山区我们可以看这个陡峭的程度，这整片都是。